脚上。对，要么经常修，要么做矫正，两个方案。好，谢谢。但是你连修直肠都修不好了，是吗？那在脚上吧，我这有那个。阅读心得。都连修修，反应。有些人只顾嘲笑他人的不足或过失，却没有反思到自己也有这样的不足或过失。我们先是拿这种东西来修，这个好。怎么？我以为都没有刀呀。你以为是没有刀是吧？我以为是那种就指甲剪那种，或者剪死皮剪的那种东西来修。你没学过吗？没有啊。没学过吗？没有，从来没学过脚。凡事都有第一次。我之前甲状腺都自己搞。是吧？感觉挺厉害的。嗯。大一块。明白。我手有的时候也会有甲状腺。哇，手都有啊。嗯。就是如果指甲长太长的话。那你也太内卷了吧。脚卷手一卷。就是每次做美甲指甲都不能很长，然后它就卷的厉害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出来阻止他说：“吴国建国多年，国力肯定不弱。”这个黑黑的，如果它一直往前长就没事，如果一直在这个位置，那你就要把它摘一下。各位小伙伴，第一次睡觉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留在评论区。这里是在河北睡觉的安师傅，努力做一件更好的自己，加油，别问天的陌生人。